估唔到嚟到伊斯法罕啦，都見到一條咁靚嘅河啊！咁喺河上面啦，有一個非常之著名嘅建築物，咁就叫做三十三孔橋。咁顧名思義啦，因為下面有三十三個水閘啦，因而得名噶。咁啊，亦都係一個非常之著名嘅建築，設計俾平民使用噶。